OK， 这架是同一架飞机，等等，但是呢，这架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全部是现代的仪器，最新款。然后检查油的话，这个，你看这些三个变成备用的，其他都是。看看，有的信息在那边。引擎油现在是引擎时间是2011.3油是15、15、30有30多家了。 OK， 可以够了。这个也还没有完全启动，所以there we go， 出来了。这是引擎信息，其他的都一模一样。